满满一盆啊，姐妹们，我这没加蔬菜，自己怼了两块生菜叶子在里头，煎蛋，啊，有点热，丸子开会。魔芋，龙虾丸，培根，不加点生菜叶子，好像没有点绿色点缀，不像那么回事儿。鹌鹑蛋。生菜叶子点缀完了就可以下岗了。今天鹌鹑蛋没点太多。哎呀，来口粉吧，粗粉和细粉。笋小样，笋小样现在有活动吗，宝们？一箱立减2元。这台我已经吃2年了，太好吃了。特别好吃。